啊，请弟兄姐妹起立，我请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常见你亲爱的救主，不见任何事物，只见耶稣。白昼或黑夜，我常思念，起来或躺卧，光照在我前，求作我智慧，求作我正道。你常与我同在，我愿投靠。伟大上天父，我恳求你常住我里面，我与你合一。我不求财富，也不求虚荣，你是我的产业，世代无穷。你在我心中独居首位，至高天上王是我最宝贵。至高天上王，我已凯旋归，得享天上喜乐，沐主光辉。以你心为心，不论祸福，我愿常见你天地万物。请坐。